为什么现场起内讧演变成师徒之争？他是我后辈，他不敢说我比他红。没办法，我条件就是比你好一点。哇！局部模特，你要做什么保养？其实我的脚基本上没有在保养。那我听你徒弟，你怎么保养？我是非常专业的在保养。厂商基本上是喜欢听这种的。是有没有考虑？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